当食到八十七岁。对，老大要食到八十岁，你加七岁，是安尼应该。我答应你，第二个怎样？第二舞台当堂，宝贝先将死追。你来舞台当堂，不错，好稳。第五先阮三十号，阮转世往到嘞山西汾阳，予伊过招做囝，名唤过主义。三岁死老爸，四岁上舞台，有一身的好功夫，下山了后开疆扩手。舞台当的底呀，舞台当堂给大拜寿，宝贝神将死。也搁有第三弯，第三，怎样？第三弯，我希望。希望安怎？轮起车辆神，变成盖世武敌手。你我免有可能是伊的对手呢？哈！我希望能得答应，有人和我为做军师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哇！这个底面劳动的是盖世无敌的，啊！你咧波动的哦，无加一个军师面子，我去天顶啊！这个阿忠是新秀，还佫阿兵新秀，这拢会用的，这拢较少年较用，你佫要爱做一个？也论因拢伤过青，伤过青，所以老的是有老子的，伤子的对啦。安尼特别爱什么人？我爱你太白相君。哎、欸、嘿，调好调在。哎，哇，讲到落落能，啊，就要叫老伙仔该做的出事哦。我错，我食到这老啊，就去叫人阿公阿妈，为我做袂到。做袂到，安尼无愿意。我嘛无爱劳动。我嘛无爱。我嘛无爱。啊，好在个啊。苗神君这类要求是无过分，如果太不真心难听，三心难一分啊。哦，莫安尼规班站了了，大家无站头站着好。我答应，我答应。啊好啊，这两个时间啊，我给伊踢出去，伊给我救落去。哇，这要哪用着啦？啊，我若下完，过查某人阴阳分袂倒，倒来要怎样来办？啊，有咯，唔着嘛，来去咬你啊，赵三宝。先生，也唔知哦，这个台北金星怎么咧变甚物梦？小弟来咧，着小心应付。看书办书就是啊。笑无笑，我无要甲你小参落。迄车龙神以后翻过查某人阴庙门，伊有车龙男下河珠啊，白虎神又白虎门下珠，伊安怎出事嘛？搁倒转来，一若我老身都无共款。我查某人阴阳门都袂当都倒转来，我去甲佛爷借三宝，头一宝就是佛家师，我若把宝诶提去出世，变成肉瘤，无过查某人阴阳门，然后肉瘤破开，会行会走，搁会开口。不但安尼，第二下该借一文武条，这个武条啊，就是要帮助这个贵主义贪功复仇，一个文条就是要帮助我。因为我李太白下凡，我都李白了了啦，这个名无人会了解，所以啊，后来凡本啊进凡出来，竟然无人解凡水，只有就我李白出名。官僚就是要帮助我解凡水，啊，当面我看见怀疑，终于给我加之太医，所以我天天嘛李太白下凡，我嘛李太白，也搁有。第三是无语天书啦，五百年前我会知，五百年后我搁看会来。啊，无要做这个高头文书哦，破口话无少要按哦，难免嘛闹哄。等下，哎哎哎，边仔听甲正清楚，三个人拢要下分三项宝贝，拄好一人一项啊。呛呛去啊，呛呛去，行到佛爷的身躯边，你又讲一篇，目屎滴三滴，佛爷三宝借我去，一宝去，二宝过主意，三宝当面王李良基，啊，这个哦青龙神，甲白虎神实在太无理，三宝要甲我提去，你看有理呀、啊，无理呀、啊？条条有理，麒麟白虎神君，所以这三宝就是该李太白所用。尊佛旨，
听到啦哈，讲到嘴角全破啊啦，该我的就是我的啦，莫多啊烧钱啊，花饼大天尊，这回阮三西人要下完转世，都要看一个两时吉日。八月十三，天顶开天门，地下开有莲花瓣，青龙星，白虎星，跟我只只登寿星。三千只下凡转世啊！你说也是，等八月十三，叫你三年下凡转世。你啊，玉姐，